欢迎 Frank 虎辣客出场。但是呢，你们的每一双袜子都有一个超能力。好了，我要传喽。Go。现在已读一，已读一。直接把我手机丢掉。又怎样啦？我觉得这题目真的对姑丈太过分。你摸金腿在哪里？怎么判断输赢？今天我们最后是用说哈的方式。小宝要哭了啦！希望你们最想玩一次啊！可是怎么回事啊？没有人要玩啊！没有啦，其实也可以，你们两个疯狂玩三遍。不要！烦死了！没事，啊，你就没有抽到那种跟关主交换的啊？不然我就帮你，我愿意为你挡死啊！我们先做心理建设，很多事情，我刚刚说什么？人的恐惧都是来自于未知。这个导演在跟小粉红沟通，恐怖的点就是倒掉那一下，下来之后就完了，而且会很爽，超快，真的是一分钟。不会，我很不爽，一分钟而已，眼眶泛泪。我感觉嘴都快能断了。不要，这一下倒掉有点害怕，我不想听。然后下去之后没有一分钟，就没了，就这样完成了。你有玩过什么自由落体的吗？没有啦。这什么话？是人听的吗？导演，这句给他们英文不要做。我跟你求了，拜托几天啦！超的，有母鸡。我跟你说，再给他们赢，澳门跳过，直接跳过让他们赢。撞鬼就在我的面前了，笑不出来。真的。真的笑不出来，好紧张哦！现在镜头在我前面，我也不会笑。现在我们人就在抢救地心的前面。耶！你还笑得出来哦？你也算个敬业。看不出来我在强颜欢笑吗？真的笑不出来。没有人要接我的话，我先讲一下这一集关卡的内容。每一队派出两位成员上去搭乘，两个人手上都会绑着麦克风，然后只要在断轨下来的时间，你们就可以唱出定的歌曲，怎么唱啦？让你们另外两位队员猜，两位队员分别会站在下面跟上面的天桥，所以你们只要一段轨下去，你们就可以疯狂的唱，直到他们听到为止。所以两位队员在游戏的结束30秒内，一定要猜出你们唱的歌曲。好，理解，理解。好，现在你们可以开始讨论。谁要上去第一关了？那个，我现在已经紧张到快了。我真的是因为他们很害怕，所以我才比他们更不害怕。又两个人哭，没有啦，我不会哭啦，我不会哭。我们两个人怎么哭？不要哭了啦！如果你们真的很不想上去 ，OK？ 他都只有三，是一定要两个人上来，我就都让你。就我跟他一起做啊！不行、啊，不行啦、啊，不要，白痴啊、喔！我跟你说，我先去做第一次，我看如果我真的不会怕，好。可是这个是说如果，如果，如果，可惜没有哪天。该说话好好说。好，那你们两个先上。然后我在下面猜，但我们等一下是可以听得到歌的，对吗？对，我就是会让你知道是什么歌，一定是快歌，大声，然后有重点性的歌，或者是你上那边，很难就太难了。好，决定好了，没有，你这然后他开始尖叫。派出两位，白队派出肚子痛跟室友，黄队派出老吴跟弟弟，准备上去。我觉得他真的很勇敢，因为他的姐姐比他更害怕的时候，他就会勇敢的上去。对。他的个性就是这样，虽然我也很害怕，对他其实很害怕，但不得不说，我这一次来，我做了还蛮多突破的。对，那我吃蟑螂蟋蟀啊，或者是一百只蟑螂在我的脸这样爬，我
可以。人在断轨前面，然后你是哭成这样，你家有出什么事情是不是？我不搞啊。那你就拜托你的队友啊，你求求你的队友。我不要他们一直做。那你就要勇敢啊。你记得他上一次哭是在马尔地夫哎，真的？为什么这次在力宝哭成这样啊？做断轨跟穷哪个比较可怕？断轨。做断轨跟虫虫一夜情哪个比较可怕？我赢了 ，Yes， 我赢了！你赢断轨，我终于赢了，我终于得到第一名了。你人生中有一项事情是赢的，太好了，恭喜你！比断轨可怕。谢谢你，谢谢你给我的肯定，谢谢，谢谢，谢谢。你看完了吧？你再选一次，你要我？我真的实力耶！我很焦虑，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玩断轨，好可怕哦！不是，他们刚刚一直说那个不到一分钟，就不是那个时间的问题，就是你要坐上去的问题。跟你讲啦，还记不记得当初姐夫带你在那个地方玩火山历险？没事啦，真的没事。谁是姐夫啊？那轨道好美耶！我咬我。轨道好美耶！为什么离这轨道那么近啊？啊，因为你们那一队刚好抽到另外三个，你小粉红还有。我去捡回跑，我们四个都很。哦，真的吗？那真的是很不巧，因为我们四个都还好。你要提醒我们斗志哦。我们话说的这么满，结果到最后还是哇球掉，难看，难看，真的难看。真的讲不出任何一句话，好累哦。那我们就是上一页，这样就好了。回去，没事。阿勋，你是眼泪吧，眼眶泛泪，信不信？没戏吧？都忍不住要帮你们加油，真的加油。好可怜哦！真的，我看弟弟这样泛泪，我都想说，不然让他赢啦、啊。没有，不能。他都眼眶泛泪，他那么……我可以代替他，但不能让他赢。我第一次玩撞鬼就坐第一排，这种是可怕哎、欸，我真的好怕哦！加油加油加油！来了，加油！现在黄队在上面已经就定位了。这个位置听的人是小粉红，对不起弟弟，因为弟弟其实也很怕。然后嘞，但是还是很勇敢的上去了。我希望你等一下也一样勇敢。我真的不行。那你至少要帮他们答对，好不好？可以吗？为什么我连看我都觉得很紧张？这么开心吗？加油，好加油，没事，加油，弟弟加油。没事，眼睛等一下可以闭上。他们上去了，我看到他们了啦！他那个咚咚咚咚的声音，哦，很吓人。对，我连在这里看，我都想要抓东西，你知道吗？下来了，加油！加油！有看到妹妹吗？妹妹在哪？好，小粉红在哪？加油！我弟一定抓到被戏，他叫出来了。哇！我想叫他，我弟弟。杀爹大爷！杀爹大爷！你很棒，结束了，你很棒，完全没问题的，没问题，超棒，这两个超棒，没问题。我跟你讲，我既开心又悲伤，因为等一下我怎么既开心又悲伤？因为我们知道是哪首歌，可是也知道是等一下后面。现在告诉我，黄队唱的歌曲是。
天三夜，恭喜来拜。我真的觉得弟弟很伟大，很伟大，他很害怕。对，我还想说什么都没叫声，下一秒，还是三夜三夜。还是有唱出来，有，很棒。他完全克制住了，克制了，克制住了恐惧，不错，没错。嗯，排队预备。其实他们一上去开始嘚嘚嘚的时候，我的手也在抖。他们现在应该是超害怕的，超恐怖的。因为我平常很，就我有时候很害怕的时候，我是不敢叫，我会一直憋住。然后这次是要大叫，而且不是大叫，是大唱歌。可是可以吗？我有听到你们大吼大叫。哎，我有听到，超大声。你很棒，你做到了。我做到了。我觉得上去之后那个停顿才是最可怕的，因为你整个人是这样浮起来，你的整个重心是靠前面这个杆帮你撑着。可怕在这边，这个哪有什么好怕？不然叫你去出席跟严艺格跟佳佳唱歌，你要不要？这个我会怕，我不会怕。这个我好怕。对不起，对不起。大家怕的事情不一样，好不好？你懂吗？你懂吗？人都冒汗，明明就很冷。我想要看阿勋开还敢不敢坐？对，我觉得他应该敢。我们问刚刚阿勋会不会坐开了？可是他刚刚真的很勇敢，因为他从小真的很胆小。真的，他真的。可是我们弟弟长大了，你们有猜对吗？猜对了！哎、你很棒，你好棒哦！你很棒，可怕吗？其实停顿的时候比较可怕，下来还好，对不对？下来还好，我觉得你们都该试试看，真的。我都可以了，你们也可以，真的，我说真的。那但是你的脸现在好像有一点歪歪的，对，他的脸是不是歪歪的？风吹的。我必须说你表现得非常好。好，现在换那个肚子痛和室友要下来了，很紧张，因为刚刚已经看过妹妹猜一次了，我觉得他们的题目应该是蛮基本的，希望等一下我猜得到哦。要是猜不到的话，真的是对不起肚子痛还有室友。我们的题目来了。对啊，好紧张哦。题目真的是关键。可以。好，可以。我们就说，我们上水到门口就好了。好。我会走音。摔了。我也会走音啊。我也是。实力上下。行，那么我们会在那练习吗？默契的部分。好，三二一。摔跤分手，摔跤分手。哎，我好像还蛮好听的。其实我压力真的很大，因为我觉得我其实蛮耳包的。我要是听不到的话，我真的压力山大，因为他们那么努力了哦。排队已经出发了，让我掏一掏我的耳障的耳朵。鼓掌，你可以吗？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坐上去后开始有点紧张。对，坐上去之后那个整个心情是不一样的，超恐怖的。这个时候最煎熬的，因为他会在那边嘚。开始怕了。等一下要出来了，等一下是整个会哭了。什么东西啊？帅到分手，走！帅到分手，听到了。安全感不够。你有听到吗？我没有听到。你有听到吗？我有听到，我很清楚，我很清楚。帅到分手，安全感不够。这一题我觉得那个鼓掌应该不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快点下去。我觉得我们很棒哎，我们都有对在一起。可是不知道到底他们猜不猜得到？对，我也真的不知道。自己在上面的感觉是非常好的。我自己有听到我自己声音在沙哑。鼓掌，你知道周汤豪是谁吗？周汤豪，对，帅哥嘛，没错，有一首歌叫做《帅到分手》。恭喜排队搭档，你们很棒，我们真的厉害啊！超大声，超哑的。
你知道你们一唱下来，然后鼓掌就说摔倒什么摔倒，摔什么摔倒，不是大家都对，因为我刚刚说你听不懂学妹没关系，你只要听关键字，很棒，你们猜对了，恭喜你们。弟弟现在在跟我心灵告白。我跟你说，这是我人生中做过最可怕的游乐设施。Let's play game， 帮你完成人生很多的不可能。其实真的上去之后，真的没有那么可怕。如果要做第二次，我敢。人的极限是无穷的。不想听啦、啊！你又不想努力了？我真的不想努力了，阿姨，我不想努力了。我紧张到都忘了是谁上去的。哦，是老吴跟妹妹啊。看我很紧张哎，我不想看到你。站住，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加油加油，来吧，听题目。那要唱哪一句？就这样，这三句。你是烟，你是光，你是烟，你是光，这样。然后我可爱咪咪，用麦克风。这个麦克风声音好像蛮大的，刚刚你们都说听得到我的声音。对。对啊。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没事没事没事，加油！来了来了来了！天哪，我好紧张哦，猜题的也很紧张。黄队的上了上了。哎、欸，等一下，不要往前哦，往后躺，哦，往后躺，不然你的脖子会受伤。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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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躺。好恐怖！往后，加油！姐加油！弟弟心疼啊，你是不是心疼姐姐？我弟其实是非常宠姐姐的，他是宠姐魔人。我们再来看看左边。把他的眼睛现在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闭上了。你是边，你等一下要用吼的了。好，那你眼睛闭上。为了频道，加油！为了李丽诺呢？加油！加油！放弃了。你是边，你是光。你很棒，好玩吗？不好玩哦，好，没事没事，做完了，做完了。他们应该有猜到吧？有，我觉得有，我给我看到阿勋在欢呼。你猜到吗？有。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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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你看，我们都准备好了。做到了，做到了。很棒，很棒，很棒。小坏头，整个元气大伤，我好像刚刚 key 档了一次，没那么可怕吧？有，我全身。那你有先叫吗？我没有。你做完还是觉得很可怕？因为我现在头好晕，而且现在脚会抖。妹妹还好吗 ？OK 啊。上去之后应该是没有那么可怕吧？没有，他说他刚在上面 key 档一次。老吴真的超厉害，超厉害。公布答案了。你知道他安慰我，他说什么？哎、欸，那我们现在来看看那边的风景。你看那边有摩天轮，你看那边。我说我不要看。欸、那你的眼睛是这样？我没有看。好，我们来公布刚刚的答案，请问是？歌名。Superstar， 恭喜答对！耶、yeah! ！好，我现在就要使出我的技能，分身。只要我上去带着两个分身，我们一起唱。肚子痛，还有室友一起，三个人一起猜，这样应该比较有机会。分身点都绿了。分身现在应该是，哎、欸，可以吗？分身是我们的经纪人，怎么可以让他逃过？来来，不好意思，你们站在我后面。我说分身，你们一个左一个右哦。好，来了。来，福特黑豹引分身之术。好可怜、哦。好可怜，他的分身看起来好弱、哦。好想哭哦。现在上面是虫虫加两个分身，所以下面就有两个队友在下面听。对，他如果喊出来，风向其实有问题。哪有那么严重？刚刚莫少在跟我说，我觉得这个风向的部分呢，左边跟右边是有差的。哪有这种事？哇，害怕！你现在真的听到我的心跳。我也是。听题目啊。我们就直接唱《转把七彩霓虹》。我会唱这首哎。转把七彩霓虹灯，转把七
第三霓虹灯，哎、欸，好可怕哦！我很久没有感觉到我的心跳在跳了哎。虫虫的声音一定是超级大声的，他那个嘴巴这么大。哎、欸，虽然我说不怕，但我还是会怕哎。他不能再更紧了，是不是？他不能让我下去了。还要再浪费了，还要浪费他的喉咙了。抓抓抓抓抓！警察你好灯，警察你好灯，抓抓抓抓抓！哎，我听不到。对啊，刷嘞刷嘞，要你刷嘞刷嘞。我听不到。妈嘞哦，三个人叠在一起会听不出来。这个超能力失败，因为三个人会一起吵啊，根本听不到。专霸吗？对，这是这首歌。听到了吗？这首歌就是专霸专霸，请在霓虹灯吗？你听到了吗？歌迷有这么长吗？我也听到吧。你有听到吗？有啊，我有听到，有没听到吗？专霸专霸，请在霓虹灯是吧？可是歌迷是这一整段。来喽，歌迷要完全对哦。请问你们答案是？专霸请在霓虹灯。恭喜答对。你们等一下骗虫虫没有答对，好，我不行啊，我一定会笑、啊。你刚跑下来，我好萌好萌。好，来来，不好意思，两位分身，我们要回来了。好，分身回来。我跟的。太失败了吗？声音太多，攻击不太清楚。太吵，互相干扰。可是我们讲得很明显哎。这回叩首是什么？这回叩首。这回叩首。还在晕吗？这回叩首。这回叩首。这个叩错是不是？他。对，我笑不出来，因为他们也都听不到，我们全部的都傻眼。我们唱得很好吧？那我们一起唱。没有办法，在那边有听到一句。好，没办法，你们还是要给我一个答案。来，叶晨，请问白队的答案是？转大金的霓虹灯。吓死了！吓死了的啦！真的是被你们捡到没？吓死了！你们干嘛骗队友啊？他们真的听不到，你真吓死了！我想说我们动得很好啊，他哭了，你哭了，你怎么可以哭？他走心了，他走心了，他走心了，他走心了。没事没事，现在目前的比数是2-2平手。哇！我跟你讲，整个制作单位都傻眼，因为他们自己在玩的时候，他们是听不到的，真的。对他刚一直想说。嗓门怎么那么大？不是，我跟你说，因为上面那个轨道很吵以外，这边周围都是音乐。对，其实是有难度的，不是你们可以玩玩看，因为我们怕两队一直平手，这样会比不出胜负，所以我们刚临时改了一点规则。接下来这一题就是决胜，黄队跟白队会各派一位上去断轨，所有的队员站在同一个位置听，举手抢答，先筛出来的那一队就是这一关获胜的队伍。哦，白队派鼓掌，黄队。好像还有没做过，好像还有一个人，好像还有一个没做过，好像是、欸。要不要让他上去？要不要让他玩看看？我笑不出来，可以鼓掌很小。没关系，你们两个一起，你们一起都不会笑。反正我们是一起猜题的。哎、欸，不是，他又要哭了啦，老师。也是啦，好，黄队派出的是小粉红。Get ready！ 哎、欸，其实我也很紧张。我在这里看，我现在僵硬，觉得很像腿软哎、欸。请抉择。好，那就不要。好，那我就不要。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们小孔他真的不敢，他真的胃很痛，他心脏快要停止，所以我救你，我救你，好不好？我上去，可以吗？不要再哭了，我的手错了，可以了。好，你下去，不要烦，你现在就给我下去。但是要请客。拜拜拜拜。好，那我们离开是不是？好，那就是我跟姑丈来结束这一关。OK 啦，你有听过吗？有，有哈。嗯。你就听过。天之空。天空都不会怕。你好奇怪哦。我为了你勇敢啊。
我就是爱你。我手都冒手汗了。所以你只有看到他的衣服吗？他从这一关开始，然后就狂卷，卷到现在变成一个 A 字裙。老婆，我爱你。姑姑，我爱你。小宝，我爱你。对，儿子，我爱你。Elephant，我爱你们。哎，坐上来就会紧张了呢。告诉你，拜拜，拥抱大自然。与神同行，我那一只手不能抓，我怎么办啊？小宝儿加油，古正加油！你可以想象，小宝现在哭到爆。没有，又下来了！快接近了，快接近了！其实有一点可怕耶，好高哦！我刚完全听不出来，我完全没听到东西。猜歌就是他们的市场、啊。我跟你们三个一样，愣住。对啊，对啊。没有，可是我有听到他讲了两个字，但是才想不到歌名，他就讲了。那个，我觉得当天谁猜得出来？当天。当天是空的啊。哎、欸，很好玩，我可以陪你再来一次。我不要。买，你不要。我 OK， 你要不要？五当。我 OK， 你 OK？ 我不 OK。好，我们现在来看他们有没有答对，赶快下去。他们有多夸张吗？我只听到你当天他们就不要无乐不作。我有听到你说当天是空哥，但是我还没想到歌名，他们已经无乐不作了。哦，我们两个是一起的。真的很棒，真的猜歌之王。真的，他拍谁先生？好险他有上去，不然你们要再做一次。是，我说我没上去了，他没上去啊，傻眼。你们不知道吗？骗人！怎么看到了谁？恭喜这一关，王队获胜。耶！实至名归啦，你们真的很有实力啦，真的加油好不好？我怕你们六关，然后就六张牌。没关系，我们牌每一张都顺。说不定六张牌，我们就直接，说不定逆转胜，同花顺啊，也有可能。同花顺，说不定他们抽的牌很散。对，也是可能。好，来黄队，放弃。哎呀！我们已经三张五了，三张五了，对吧？哦。帅哦！前往下一关出发。我帅吗？你好帅呀！但下一关是海盗船，你 OK 吗？对，不行。下一关海盗船 OK 吗？我 OK。你 OK 哦？我不 OK。你不 OK？ 我最不行的就是海盗船，因为它会有那个飞机起飞降落的那种感觉，那个我不行。怪人。我害怕海盗船。嘿。船。害怕。我不要。害怕。我害怕。接下来进行到我们第四关海盗船。没错，这一队的关卡规则是每一队轮流上去各玩一 round， 上去之后两个比手画脚，两个猜，分别坐在船头跟船尾。妹妹啊，坐船头。笑月的在上周啊，你们先猜拳，看谁先，好不好？好。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白队请上桌。我们要使出我的美国队长技能，指定时间内用英文讲话。好的，你要指定谁？顾正英文很好，让他秀一下。好，这一整趟因为黄队使出美国队长的技能，所以顾正只能用英文来作答。顾正。
长的英文很好，我就是放水，我是故意给他炫耀的。哦，我真的最害怕的东西就是海盗船，很不舒服。虫虫被冲到谁身啊？你看他的脸，虫虫干巴的，虫虫干巴的，好讨厌哦。我跟你讲，虫虫不知道为什么他什么都不怕，但是很怕海盗船。而且断轨他不怕，阿胖海盗船，哇，就奇怪。我当六的舍友们。你们都是最棒的，没错。那声音哭腔很重哎。加油，白队！加油，白队！没错，我会逆转胜。白队逆转胜，逆转胜！好了，好了，开始了，开始了。可是我觉得最勇敢是彼得了，因为他手不能抓哎。那我跟你换。我不行，我要抓，我要抓。哎，不是，我刚才断轨做很多了，因为其实我也是不喜欢这种海盗船。你总是要有一点贡献吧。好，那我可以换。来，就是海盗船可以吗？我换而已。去蓝雨，去蓝雨，去蓝雨。是的。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五、四、三、二、一。挤出来了！我跟你讲，而且你真的超吵的，我们真的害怕。好，我现在来宣布白队答对的题数，你们总共答对八题。哇！谢谢黄队加油了。我们要使出一个绝招，我要使出我蜘蛛人的，蜘蛛人的，等等，我要使出我蜘蛛人的，蜘蛛人的蜘蛛，我要使出蜘蛛人的超能力。就是把一对一个人的眼睛蒙住三分钟。哇！你们等于有一个废棒哎。好的，我现在两颁奖了，弟弟。好。歌手是打飞。白队使出蜘蛛人的超能力，让弟弟没有办法猜题，所以现在黄队等于有一卡废棒。好，我们默契可以。加油！黄队蛮聪明的，因为弟弟虽然被蒙住，但是刚刚妹妹就说，你就猜跟老吴相似的东西。哦，他们居然有策略的。开始猜啊！杨志，杨杨美丽，杨杨杨杨杨志，杨杨志鸡鸡，杨志一诺陀。小金，气球，鸭子，心跳，心脑，鸭鸭鸭，鸭头，鸭子，鸭鸭鸭，心跳，心跳，爱心，爱心，心，直丢，丢心，我怎么怕？我在怕事情。他们两个。
厉害，因为妹妹在这上面的时候，她会压着，然后不敢看。我觉得盖起来真的会更晕呢。我不会怕，但是会。我跟你说，那个羽毛球都快出去了。哎，你真的是肺棒哎。对，怎么样？怎么样？白队真的蛮厉害的，因为他们在最高速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停止动作。所以如果这题你们输了，真的算是心服口服。现在就要来宣布黄队的得分，恭喜你们这一关获得的是五题白队获胜。耶！好，这一关一样，白队就可以获得两张，黄队获得一张。黄队，好，白队请抽牌。可以吗？看他表情不太好。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煮汤。好的。好牌，好牌，有没有？现在已经晋升了。快有煮出牌组了。对。我们是 A 和 B， 就这个。对呀。对。哪一张你来吧。七张比五张，白队继续加油，好吗？好，我们进行下一关。耶！现在进入到我们的第五关，我们在摩天轮的前面。耶！好漂亮哦！这一关叫做“你在哪里”，也就是说两队会一起上去。我会发给你们各两支望远镜。我们在这一个游乐区里面藏了九个标的物。已经放了，而且非常非常的大，那个照片输出是160的那一种。有事吗？很好。啊，图片是什么？图片我等一下会给你们看，所以你们等一下看完图片之后，就是上去找那九个标的物。在你们找的过程中呢，我会问你们三个问题，你们答出答案之后，我就会给你们提示。哦。因为我真的怕你们找不到。我们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最会找东西。对。我跟你讲。我上去坐过一轮，我一个都找不到。正常发挥，导演没有跟我说在哪，我真的找不到。但我们要使用技能，我要使用雷神所有技能，我要使用史塔克的技能。好，现在可以用了，是不是？来呀，来呀！雷神所有的技能就是你可以指定敌对的一位做脸部的电波按摩，只要指定谁？瘦子。史塔克，你看这个牙套，哎，对，很像碰撞。我们等一下在高空中的时候会帮你实施。那你的技能就是等一下，等你找不到。哦，对 ，OK 吗？对，好，第五关出发。Go! 会不会其中一个地标是台北101？没有，看不到。还是高雄八虎大楼？看不到。因为都在那边，还是这边也有？这边有东西吗？摩天轮是的景观是360，那就是都有。360的。360。你会明确的，我讨厌人家这样讲话。笑。你坐摩天轮，你只会看一边吗？不是，我问这边有没有建筑物挡住？是在园区内的吗？这个他更不可能讲啊！今天玩海龟汤是不是？对，海龟汤，你说是不是？对。刚杜聪问。为什么看不到啊？我傻眼，因为他看到这一个东西。我为什么看不到啊？他显然是一根柱子。我也知道，为什么怎么调都看不到？我们圆望镜坏，原来是人坏。来，进来。现在我要给你们九个标的物的图案了。好，分别有 Outlet 的 logo， 两只我们上次运动会的小马，一个 Willy 他会站在 somewhere，Footer 的 logo，A 的 logo，A game 的 logo，Footer 的大图输出，珍珠的大图输出。他应该要写这么丑。全家福的大图输出。你们上一次坐摩天轮是什么时候？没有坐过啊。你也没坐过？坐过啊。他装。但是我真的没坐过，而且装的，因为全女生在玩。等一下我找到一个了，哪里？前面，
哪里？奥利，Nipple，林力很棒哎，棒哦，像我们刚刚聊天聊天。那个奥利，什么？那个 Nipple， 那个奥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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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正确答案。Yes， 干！我们现在是，我又乱讲脏话。Footer 那个吗？ Footer 对， Footer 第二个 Footer logo 正确答案。厉害哦，好快哦，来来，快快快！哎，这么多个哦。哎，我跟你讲，那边也可能稍微要注意哦，因为那边也都还是园区。不是这个哦，这个洞。这很容易让人家松懈，想睡一下。鼓掌，看到了，哪里？那个、哦，看到了，那个、左边，对，那个 building， 那个 building， 等我们找到两个了哈。好，哇，好棒。具体问题：以下哪一个不是 Footer 的产品 ？A. 轻感动能减压内衣 ，B. 正版漫威搜寻袜款 ，C. 纯粹舒适蓝四角内裤 ，D. 积雪潮润白水感足膜。足膜跟 B 跟 D 是对的 ，A 好了，我觉得是 A， 你们觉得？好 ，A 对的。来，我现在跟你说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哦、喔。这个方向有三个，这个方向有三个，这个有三个，这个方向有两个，两个，这个方向有一个。一三二一，好，那你看那边。一三二，我现在问你们第一个问题。好的。以下哪一个不是 Footer 除臭袜能除臭的原因 ？A. 运用透气式网状的织法。B. 采用全面逆气流设计。C. 原料使用抑菌的棉纱。D. 添加化学的除臭剂。第一，正确答案。我接下来这个题是，非常重要，我要跟你们说喽。这个方向有三个，哦，这个方向也有三个，这个方向一个而已。对，这个方向两个，没有，这样子有两个。这里我们已经找到两个了，所以就是这一个。正确，哎，是那一个吗？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看不到什么？你看不到什么？看到了啦，哪里？白色的修理车跟白色的两台白色车，龙就是 Again 的那个，对，太棒了，你好强哦！不需要望远镜，我这不需要。好，我接下来给你们第二题。第二题，请问台湾第一间24小时经营的店家是？这边你那个错。啊，这就没了、哦。没有，你就答到对。第一家，不好意思，这位先生你的屁股。哎、欸，你没有穿内裤吗？我有。加油站错，天空中心错，比呱呱错，麦当劳错，永和豆浆答对。哇，第二个提示是嘴乐园站着威力，我来找威力，是威力，找到威力来，找到威力了，找到威力，他戴着圣诞帽，他在那边戴着圣诞帽，椰子树旁边吗？旁边，正确，好，哇，这边一个达到了，对，找到威力。这边可以，我看到他了，有红色帽子，黑色的裤子，他在下面，好棒哦，我没看到，没关系，不重要。第二题，台湾第一间24小时经营的店家是，你可以一直说它。这边有本错，顶呱呱汉堡王，我到了。旁边有一个我们的全家福，全家福在哪里？路边，全家福。刚刚说顶呱呱很近啊，我知道，三商巧福。我要用我的斯塔克的特殊能力。特殊能力。The money is the power. Money is the power. 好，谢谢。好了，不要这样晃了，不要这样晃了。这一排树，然后哈，这不是一个大的停车场？对。有一张图。在这一排树的马路上，哎，你有在看吗？我刚看到了。你只要告诉我，全家福吗？全家福吗？那边往这边的入口，然后大概第一根电线杆。正确。我直接让你们那个第三个提示好不好？好，第三个提示。有两个人想要过同一条很宽的河，但是岸边只有一艘船，只能搭载一人，没有其他人或其他用品了。最后两个人都乘着这艘小船顺利的到达了对岸，请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刚已经放空了。他们两个左右不同边，正确，耶！他们本来就在不同边，所以他们可以搭到对面。哦，好了，快点，这个提示很重要。好，小珍珠在田那边，那个正中间那个小珍珠在橘色的里面，找一下，找到了，在房子的前面，对，正确。哇！我肉眼这边还有几个？肉眼先看到。副总刚刚肉眼就看到了，找到了副总。哪里？的袜子？哪里？在那个广场那边，黄色的那块。厉害！是袜子。来，对对对。啊！我找到 A 的 logo 了。哪里是？小的表情哪里？在那个白色的屋子下面。对，小凉亭那边。对对对，这个。我问第三题哦。好。偏僻的乡。
村大停电了好几天，乡间所有照明的设备都不会亮，产生光的东西都没了。那金爷爷都90几岁了，为什么他还可以走路出去采买，而且并毫发无伤的回来？因为他自己就开电商商。有人带他？没有。我要使用雷神所有技能。我要被那个使用了，我要被雷神所有电了。好了，现在你要被雷神所有使用电击3分钟，我来帮你记。好，我自己来。你们已经没有提示了，我不会再给你们提示了。3分钟，有吗？有电吗？还没。那边有两台车的中，两台白色车的中间是不是有一个 A game？ A game？ A game？ A game 什么？ A game 的标示啊，图示。正确答案。Yes。哇，好强啊！这肉眼看得到，肉眼反而有时候比较有用。那两个白色是有反而肉眼看到。真的有哎，因为这太晕了。我们擦福特的袜子吗？跟什么？跟 A， 你知道要干嘛？还有两个小马。然后都不知道到底要哪一个，就一个。我还是好像太拉掉。对不起，73分钟开始，你手太大，吓到，很痛是吗？什么感觉？我牙齿好酸哦。你的脸皮，什么？你的眼皮在跳动，很痛是不是？我突然震很大一下。好可怕！我被肚子痛吓到，在那边。真的是很可怕，我整个眼皮没办法控制的，肚子痛，好可怜。我要好好找他。3、2、1，结束，拔掉，拔掉。是。那很夸张。哎，你刚刚给我自己试试看，真的很可怕。这个全部东西都是在寻找威力。我看到了，哪里？哎，在一个叫巴洛克的凉亭那边。正确答案。哇，好强啊！你们见一个开窗哎，开天开眼了，开眼了。那你可以告诉我哪边是小马吗？不行，你再给我这样憋着，你看我会不会揍你？你不觉得我们工作人员真的很辛苦吗？因为真的摆很远呢。不过我觉得他们已经很厉害了，他们现在已经答对7题了，哎，很强哎。到底在哪里？我滚出来！我们现在是不是都看不到了？好难找，我觉得可以闲聊了，好，闲聊了。我觉得我们已经很棒了，找了7个，我们已经很强了。我觉得我们已经很强了。我们大家都有找到。如果输了，我甘愿给他。铺在树上。你不要乱打了。真的黄黄的没？乱讲。铺在这边，我找到了。铺在这边，铺在这边，砸。小马嘞，小马在那边的一个有一块空地，然后中间有莫名其妙有一棵树的前面。现在就我们祈祷敌对没有答对那么多个。我不求多，他们6个就好。真的，我真的希望你们可以赢黄队。好，我们现在已经下来了，我觉得我们已经算很厉害了。敌对看起来不是很开心。那我们也假装懊恼一下。我觉得他们在演哎，我觉得他们在演哎，找到了，对啊，从你这边演说找到，但是这一个帮助我们找到一个，电完以后找到了一个，怎么找到？电完就是他开先演，对，电一个超大的，然后就，他说他电到牙齿很酸，第一下牙齿很酸，两队都顺利从摩天轮下来了，恭喜你们自己。接下来呢，就是要宣布两队到底找到几，好紧张，真的好紧张，真的。因为我们的要分，我刚刚已经都看了两队的牌了，我觉得两队的牌都很有机会凑成一副有用的梭哈，所以下一关就真的很重要，非常重要。而且下一关我直接跟你们说，赢家抽3张，输家抽1张，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关哦，可以吗？可以。好，那我们进行最后一关。知道答案之后，冲回来，我会在终点站告诉你。
甲头壳疼，你看，真可怜呢。天哪，面个晒伤，啊头壳搁咧疼。对，我晒伤很严重吧？每一集真的是都很努力，拼了命。做那个断轨是精神耗弱，还在 care 断轨，身心灵都受到摧残。有没有觉得自己年轻了20岁？哦，不止哦，可能现在只剩10岁哦。你说智商？智商只剩10岁。最后一关就是卡丁车赛道，所以在开始之前，他们要进行赛前的训练，这样才能确保他们玩的安全。在场上面撞上去。不会开车。OK。我也不会。啊，他也不会。待会我们场上会有这些工作人员请到告诉你前面的路况。你不会开车的。对，待会在你们。啊，你是查到。你知道，从以前啊，你在追我妹的时候，然后我妹传照片给我看，我就说这个人眼睛长得小头锐面。你现在真的是蹑手蹑脚的查啦，好像好像。抓到！让我们来欢迎拜拜啾啾，拜拜啾啾出场。现在白队已经准备好了，派出了虫虫跟室友来完成第一 round。黄队派出的是老吴跟妹妹来玩第一 round， 加油！大家加油！黄队加油！好讨厌哦，你们两个！我来队加油！我希望我待会可以听到“呜呜”的那种声音。出发，加油 ，Go！ 这关不止比的是速度，他们还要比他们的智商。我现在问你们题目，看你们答不答得出来。好，如果有一辆公车，上面有11个人 ，A 站下车5个人 ，B 站上车9个人 ，C 站又上车17个人。谢谢，放心，听不下去了。34，请问公车是谁的？啊，司机的。错。如果有一辆公车，如果答对，谢谢。是如果有一辆公车，那就是如果有一辆公车。第三题非常危险，有可能两队都答不出来，而且我觉得这一题弟弟没有上去非常可惜，好不好？因为第三题的题目是找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挥霍，今晚我需要来个蹦蹦，每天生活紧绷，明天不用工作。下一句的歌词是简单吗？只想来个蹦蹦。快了，他们回来了，请来这边作答，快点来。第一题的答案是，第一题没有看到，第一题没有看到。好，第二题。第三题，不会，拜拜，拜拜，去吧。155公里吗？对，错。哎，第三题可不可以问阿君？不行。那我们要再停赛事。拜拜。第三题答案是，现在只想要来个蹦蹦。错。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想要，答案是我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对，而且刚刚妹妹答案155，他们少看了点，是1.55。哦。你看看，因为一看题目有够慢，全部塞车。但我不懂他们怎么会没看到题目就冲回来，可能来不及了吧？哦，因为没办法把苦大回转了，绝地大回转。太说了，我说哎，还没看到，然后赶快回转，回高，然后后面整个撞成一团。老吴在冲喽，老吴要杀回来喽。答对，1.5吗？错，第三题是什么？今晚想要来个蹦蹦吗？错，拜拜，拜拜，拜拜，来这里看数学题。真的有点难呢，因为第三题的歌词题他们都不会，所以变成谁先答对前两题谁就赢。对，两队现在各自都答对一题。对对。现在的状况就是，只要他们哪一队先答对前两题，就是哪一队获胜。现在我只想来个蹦，你看一定有很多人会说，现在我只想来个蹦蹦，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对啊。正确，第三题，不知道吗？
题都不会。对 ，OK 吗？好，好，你们先去前面等待。哎，最后一次机会了。我跟你讲，现在的状况就是，你们如果再答对一题，但是你们第三题不会的话，你们还是输了，因为他们先回来，他们第三题也不会。除非你们把第三题答出来。第二题的答案是1.6，1.6，恭喜黄队获胜。最后一句要等他们集合的时候再跟他们讲答案。难怪你讲，看你猜不猜得出来最后一句。最后一句你想得到吗？错。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现在我想要个蹦蹦。黄队获胜！耶、yeah! ！恭喜我们第一局是黄队获胜！耶、yeah! yeah! ！现在我们要准备进行第二局。等一下，我们要使出技能。谁的技能？我的技能。是他们可以指派一位队员换成关主，也就是本人我。对。而他们在这一关非常有利，因为我已经知道所有答案。Yes。等一下，那我们也要用。我们也可以。我们也要。我。超强。钢铁人。回溯。啊，时光零食。对。就是等于说。他请你玩一次之后，我会让这件事情当作没发生过一样，我们再回转。对，你们两个竟然是取消的，因为如果你下来的话，我们赢定了。然后他们先把我们这个机会取消掉。好，那我觉得这个技能你们就互相抵消，我们就都不使用了。好险，好险哦！因为没有意义啊。对，我等于我赢了这一局，但是他们时光回溯。哎，好险你们没有在断轨那一个把它用掉。对，再玩一次。你们要是我们有，我们绝对把它用掉。你们真的是。这个技能刚好可以互相抵消，真的哎！所以我们只要再赢一局，我们就赢了。对，耶！加油加油！这一关我们再赢两局就赢了，耶！这一关就是凭实力，没有超能力的 ，OK 吗？可以。好，进行第二小关 ，Go！ 哎，派谁？派我跟小粉，因为我可以开比较快。我跟你说，因为我们没有要玩第三 round 的，第二局就好紧张了啊！因为这种算数的我没有办法吧？哎，南宫健健哎呐，刚刚那个正方形，我想他看到数字，他直接晕掉。阿光，他也不想说那到底有多简单，他直接晕。嘉考，怎么样？你们派谁？我觉得应该要两个都。派我开车。第二 round 你们派姑丈跟肚子痛。我们刚刚。的结论是觉得说快虽然是很重要没错，但是重点还是答案要对。对，而且我是觉得两个人都要看题目，这样比较可以互通。就停在那边看题目，然后想要答案之后就记着，然后再回来。那我的可以先。就算被别人。就准备好了吗，两位？三、二、一，出发！早餐8元买豆干，猜一个字。哦，干。好。我的儿子都有一个老婆。问这个大家庭有多少？好，好，我等一下，有两个儿子。两个而已吗？两个，所以就4个了哈。对。每一个儿子还有3个人，所以两个儿子有3个跟3个，两个儿子就有3个。那到11个。好痛哟！你舍得解开吗？哪一首歌？哪个儿子？一个老婆，有多少人？如果他有3个儿子嘛？你说的解开吗？没吧？那这首歌你有听到歌名吗？他有爱的他。回来了，回来了，第一组回来了。来，黄队来，先讲，小声一点，不要让他们听到。第一题杠，第一题杠，正确。第二题10个。10个错，11个。要你们不能这样猜。好。第三题。每个儿子三个儿子，每个儿子三个儿子没看到，哎，
好朋友，谁谁爱他又爱着他。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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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谁比谁呢？这个歌词不合逻辑，要也是谁比谁还会追。Oh my god， 这个很恐怖哎！白头爱了。第三题，谁谁爱他又爱着他？错。第二题 C 错。好，我跟你讲，现在的状况就是第三题两个都答不对，所以谁先答对前两题谁就赢了，快点。谁答这两题的？这老婆是有三个。准备了豪华晚餐，谢谢。好，今天这一集呢，我先宣布没有大惩罚，也就是说赢家可以享用这一顿丰盛的晚餐。对呀，啊，真的假的？制作单位是被骂怕呀？对，有可能。大家不要再这样骂制作单位，不要骂了，我们都很安全，真的。然后输家有没有看到眼前这四碗白粥？有看到吗？你们好可怜哦，看到吗？一人不要客气，可以先，你们也是啊。纯白粥，没有在开玩笑，大家都以为是玩假的，但是你看看我们的分量有多少，这个豪华晚餐的分量，真的就是一组人满分量，就三个这样子，没有办法两堆一起吃，真的没有办法。你不是说没有大惩罚吗？这不叫大惩罚。你有白粥可以吃哎。没有，不是我们的。抽出三张牌，白队抽出一张牌之后，你们各自去讨论你们要怎么组成你们要出的收花那一组。黄队先抽，你要抽吗？抽一张，抽了之后你们就可以去讨论。现在黄队跟白队的状态就是12张对8张，所以黄队多了4张的机会，可以有牌可以抽出一副好牌。好了，你们都组好各自的牌了吗？没错，我们现在就一张一张先，就从外面先进来这样，然后最后一张由我解答。来喽，第一张，一二三，2跟6。好，第二张，一二三，哇，6K，这边先有6K了。三个，第三个，来喽，一二三，这边6K，这边5K，目前5K跟6K，来喽，现在看不出来，真的看不出来。5K 跟6K，我们目前小占优势。目前白队小占优势。白队赢。好，第四张，一二三，哇，怎么啦？对，好，谢谢。黄队现在有2K了，所以关键就在我手上这两张。好紧张哦！来喽。你们今天辛苦努力了一整天，到底谁可以吃到这顿丰盛的大餐？1、2、3，黄队葫芦1分。我们差一点。
点，差一点。我抽起来是九的时候，想说九九九，哎，六。而且刚刚对啊，就位就位。好，不要多拍谁哥。好了，周也可以啦，周也可以啦。我真的替百岁想哭。我怎么会？我最喜欢吃这种绵密的粥了。哎，这个餐具很美，餐具很美，这个漱口不错，漱口不错。它的这个粥不是只有水，都是饭呢，超饱满的。倒数，我撒一点再给你。这边有倒数，甜味回甘，一人量错而已哦。好 ，OK， 好，非常感谢力宝芙蓉大饭店今天提供给我们这么棒的场地以及这个丰盛的晚餐。耶！它有一鸭三吃哦，芋头鸭米粉赞，然后还有片鸭、东马鸭丁、比峰糖炒虾。哎，最重要还有怎样？阿基斯是他们的厨艺阿基斯。这些港点我迫不及待，非常感谢力宝芙蓉大饭店提供这么丰盛的晚餐，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第四集的 Yes Friday， 下集见，拜拜。没事吧？白粥怎么样？超讨厌粥的，我当兵因为没有，因为每天都是中午瘦了10公斤。那你的给我，好，给你。要煮这么白的粥，这么没有味道的粥也很难呢。鼓掌还好吗？这一天下来。哇，这实在是太刺激太累了，真好玩。不错吧，让你体验到那个年轻人的生活。刺激有趣，真的，请 follow 我们。等一下一到高铁站，我就立刻到 Seven 买一堆东西来吃。先买两个便当。认真说，他的白粥是有味道。没有，是真的啦。好了，越讲越想哭，好啦。哎，我有些那个挑食不吃的啦，你看要不要吃？凉拌菜。哎，给我撒，帮我撒，帮我撒。给我50块，谢谢。帮我撒一点葱 ，OK。哎呀，撒了先自己配啦。不是。老实说，我真的以为你们会戏剧性的逆转呢。我们以为我们会抽到酒啊，真的差一点。可是我看你这个白粥加葱，我要哭了。好啦，你们等一下到高铁，赶快买几个便当。好了，先买两个，自助餐外出可以吧？我请。我也是很认真在玩游戏呢。你们吃的也太爽了吧？老，哎，超好吃的。这个鸭片哦，那个油脂，那个皮。哎，这个唯一的芋头，我是敢喝的哦。芋头，整个洗涤你们这一整天的辛劳。对，我知道了，再买一次断骨 OK 哦。好，辛苦大家了，谢谢你们。万事万事哦。辛苦了，辛苦了。吃饱了，谢谢。